换车道，你最好是啊。我也有啊。不用，那干嘛那么麻烦？干嘛那么麻烦，对不对？吃饱太闲哦。你最好是没有换车道。你从那边切过来啊，走啦，要不要走啦？啊，你先讲话比较凶吗？ 是你要小心吧？我是凶客，你好不好？是你要小心吧？大家都小心啊！我干嘛小心？你吃饱太闲哦、喔？你是吃饱太闲是不是啊？你还是我？我怎么了吗？你变换车道啊！ 你哪没有变换车道？你看你会不会在网络上看到你就好了啦。你看你会不会收到罚单就好了啦，没关系，不用讲啊。你看你会不会收到就知道你有没有换车道了、啊。欢迎啊，我没关系啊，我没意见啊。我哪里大声了？ 是你挡在路中间，我才大声的，好不好？是谁？你先变换车道啊！你哪没有变换车道？你就回家等罚单就知道你有没有换了嘛！你回家等罚单就知道了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我赢啊，我只是让你知道你有没有变换车道而已啊。前面就警察，看你要不要去找，我没意见啊。啊，我没有要等你啊。 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要去上班，我只是先给他看个影片，我就。 好，谢谢。那我就对啊，好。
太夸张了。下方置物箱内取获仿贝雷塔手枪一支、弹夹一个。警巡陈贤坦承犯行不讳，全案依涉嫌恐吓罪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侦办，并经台中地方法院依恐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，得一颗罚金。
Nearby is the civil division building of Shilin District Court. He actually violated the traffic rules and made a U-turn. He was so rushed because there was an empty parking space. Maybe he's an attorney. This attorney won't be...你啊，你超小啦，鸡掰嘞，干你啊嘞，他们两个。